但你好，我今天要教大家一个泰文 slang， 就是 app。app 呢是装或者假装的意思。比如说呢 ，app man 是英文的男生嘛，所以 man 泰文用是有男性的意思，意思就是有同性恋假装的很像自己是喜欢女生的感觉，叫 app man。然后还有 app roy。如果是有钱的意思，所以你假装的很像你有钱，可是其实你没有钱。App high so， high so 是从英文的 high society， 就是那种 high class 贵族的那种，所以你假装的很像你家庭很有钱，可是其实没有。还有 app bell 呢，其实也是一个 slang， 是可爱天真的意思，就是装可爱，装的很天真的那种感觉。还有 app bendedick。Dick 是小朋友 ，Ben 是装得很像小朋友，可是其实有可能年纪很大，可是你还是装得很可爱的那种。这样一分钟，拜拜。